高到 Sky 一跳绳是一个训练节奏感、协调性、敏捷度、心肺功能非常好的选择，也能让你在短时间内提升心率。这对于消耗热量，无论是重训后的减脂，或是想要控制体重瘦身的人，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跳绳。那这支影片呢，帮大家整理出了八个重点：一、跳绳种类的挑选；二、跳绳的长度；三、握法；四、预备动作；五、基本前跳；六、节奏感；七、呼吸；八、训练安排。那市面上呢，有各种材质的跳绳，有钢丝啊、胶绳或是麻绳等等的。那大致可以分为这种轻量训练跳绳、长握把的花式跳绳，像这种钢丝的竞速跳绳，啪啪啪啪可以跳得非常的快，还有这一种节拍训练跳绳。我强烈建议刚开始接触跳绳的新手选择轻量训练跳绳以及节拍训练跳绳，尤其是节拍训练跳绳，它比其他跳绳要来的有分量一些，甩起来的离心感较强，能让你很好的掌握绳子的位置。像是这种长柄的花式跳绳，它的绳子就会比较细，整体的重量就会比较轻。那新手在用花式跳绳训练的时候呢，你会比较难抓到绳子的位置。虽然它可以让你甩绳的速度变得很快，可以做到很多花式的动作，但是新手呢容易抓不到惯性，导致甩绳不顺畅以及错失良好的起跳时机。但大家也不要觉得节拍跳绳它就是新手专用的，它一样能拿来跳花式跳，而且不容易打结，非常好上手。挑选好适合自己的跳绳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调整它的长度。那调整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我这边教大家其中一种。我们先将双脚并拢，然后踩在跳绳的最底端，将我们的握把对齐之后拉直。那理想的长度呢是刚好贴紧的腋下的位置。那其实我会建议一般新手呢，你甚至可以把绳子调长一点点都没关系。刚开始跳绳的时候还没办法好好的掌握双手的位置，容易上下甩动。那绳子长一点点会降低失误的几率。等到熟练后，可以再将绳子慢慢调短。跳绳的握法是非常重要的，这跟你跳绳时的顺畅度有很大的关系。尤其当你在做花式的时候，大拇指的位置就相当关键。那跳绳的握法呢，就像我们举起手比出一个赞，那握住握把之后，你会感受到前三指，尤其是食指跟大拇指用了最多的力气在握把上面。跳绳时，绳子与大拇指会呈现相同的方向，这能让你更好的控制绳子行进中的轨迹。当我们在准备起跳时，将绳子绕到身体后方后脚踝的位置，膝盖微弯，双手在我们的髋关节前侧，拇指朝前。为了增加起跳时绳子的动力，所以我们准备动作时的双手会比我们在跳的时候要更为往前一些。我们可以先利用踩绳的方式掌握起跳时手臂的摆荡幅度，将绳子甩到前面时，只将前脚掌抬起，脚跟不离地，让绳子卡在脚底。让我们多试几次，去抓到最顺畅的起绳以及跳绳的最低处。尽量不要让手臂大幅度的上下摆动，手肘靠近身体，多利用前臂与手腕来带动跳绳。接着我们来练习基本前跳。在做跳绳训练时，全程都使用前脚掌触地，而非整个脚掌。膝盖保持微弯，为落地时做缓冲。切勿做出腿后勾的动作，尽量让小腿保持发力向上跳的感觉。在做跳绳训练的时候呢，要让我们的核心收紧，然后会感觉腹肌稍微微微发力，来稳定我们全身。手肘夹紧身体，维持好手部的高度。在跳绳过程中，手肘只会因手腕前臂的转动而被前后带动。如果手肘打得太开，会让你用到过多的肩关节，不但不好控制绳子稳定的高度，还会破坏你跳绳的节奏，这会让你无法稳定的延续跳绳动作，容易发生绊到脚的现象。当你可以做到连续跳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缩小起跳的高度。这个环节最重要的就是节奏。理想的起跳时机在于绳子即将落地前起跳，让绳子刚好从地板与脚底通过。起跳过早会让你为了让绳子顺利通过而跳得太高，而太晚起跳则会容易打到脚。掌握好节奏，才能让你之后练习二回旋更加顺利。而前面提到的节拍跳绳，能让你更好掌握绳子的位置，抓到良好的起跳时机，
那训练节奏感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利用数数来达成。我可以先做一个空跳，然后在起跳的瞬间呢，去拍一下自己的大腿两侧，然后心中默数：1、2、3、4、5、6、7、8。然后当你节奏感越来越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做平稳的加速：1、2、3、4、5、6、7、8。那甚至呢，你可以做到双回旋。训练跳绳时，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用吸吸吐的方式来换气，鼻子两下短而快的吸气，搭配嘴巴一次性的吐气。呼吸也是需要练习的，如果过程中你感到头晕，你可以先稍微休息，做几次慢而深层的呼吸，恢复后再来继续训练。训练频率，我会建议大家刚开始可以跳一天，休息1到2天，比如说每周的1、3、5练习。每次的训练为连续跳1分钟，组间休息1分钟，训练10组。随着肌力与体能的提升，可以慢慢增加到连续跳2分钟，组间休息30秒，训练10组。依照自己的能力去做调整，切勿操之过急。所有的变化式以及花式跳绳都是建立在好的基础上，把基础跳练好后，要去练其他的跳法都会相对容易许多。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有兴趣想要将跳绳加入你的日常训练的朋友呢，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或是上听卷的网站购买。那另外呢，我也会将链接放在置顶留言处，大家赶快购入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来跟我一起对抗地心引力吧。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